哈喽，我是 Bingo。很多人在万圣节都会扮装，小孩可以跟朋友一起扮装要糖果，大人也可以在一般的卖场就买到护士或是小恶魔的衣服哦，不用担心在网络上留下奇怪的购物记录。嗯，说到扮装，英文有时候会说 costume，有时候又说 cosplay，哎，到底哪个才正确呢？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吗？今天这集就让你一次搞懂 costume 跟 cosplay 这两个字。 进入正题之前，如果你喜欢 Spark Joy 学单字，欢迎加入我的现课单字活用术。在台湾，你也能用母语方式学单字，现在还有优惠哦！但是在倒数了，链接在资讯栏中。我们一起 Spark Joy 学英文。Let's get started，现在来进入正题。如果用一句话分析的话呢，cosplay 就是 costume 的旧急进化。再说一次，cosplay 就是 costume 的旧急进化。 但我想要给你更多的细节，让你能够活用这两个单字。Let's dive into it。首先，costume 跟 cosplay 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角色扮演。哦，角色扮演就是打扮成知名的角色，大部分的人都叫得出名字的那种。哦，可能是动漫、游戏或是电影里面的角色，也可以是蔡依林、肯德基爷爷之类的知名人物。So cosplay is all about recreating the look of specific characters. Cosplay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打扮成某一个角色。如果没有打扮成特定角色，那就只能算是 costume 而已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今天打扮成巫婆，就算我准备道具再齐全、衣服再精美，但我没有打扮成任何特定的角色的话呢，只是一般的巫婆的话呢，那这就只是 costume 而已。但如果今天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打扮的是，比如说百老汇经典剧。 Wicked 的巫婆，或是霍尔的移动城堡的荒野女巫，那这样子就会是 cosplay。Costume 跟 cosplay 的第二个差别呢，则是用心的程度，dedication。Ded A costume is often cheap and store bought。通常在万圣节前啊，匆匆忙忙去卖场买的服装，有没有？那种都是只能够被称为 costume 等级的装扮。 因为材质通常都很差，一点都不精美哦。纱布比捞金鱼的网子还容易破掉，塑胶布有尿味，假发长得像拖把哦。品质部分，I can't、哦。I can 那这些 costume 会做的这么随便，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通常只会穿一个晚上而已嘛。隔天要么丢掉，要么永恒封印在家里的某个抽屉底部。In contrast, cosplay is detail oriented. Cosplay 非常重视细节，像是角色的衣服上有什么图腾、发型的特征、瞳孔跟皮肤的颜色、专属的武器跟道具，哦，都要尽可能能完整重现，这才是 Cosplay。所以呢，To be honest，Cosplay is actually a pretty expensive hobby、哦。好，认真 Cosplay 起来的话呢，其实很烧钱、很烧时间呐、啊。但正是因为会投注很多的心力哦。 所以 cosplay 的成果通常非常精美，哦，能够展现日本的职人精神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有人在万圣节派对上想要打扮成《冰雪奇缘》的 Elsa，但他就只是穿了一件水蓝色的长裙而已的话呢？没人知道他是 Elsa 的话呢？这种情况下，It's just a princess costume，这只是公主装。但如果他的发型花了五个小时哦，打扮的跟 Elsa 一样哦，眼睛还带放大片。 大家一看到他就自动 Let It g r Let i y g l 的一直唱，那就表示他的 cosplay 很成功。那当然，这个成功的代价就是呢，你必须听一整晚的 Let It Go，或是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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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<laughs> 好，特别是如果对方走音的话，你很困扰。Costume 跟 cosplay 的第三个差别就是场合。参加万圣节派对的时候，你可以简单穿 costume 去，也可以用心 cosplay 成你爱的角色去。但是在参加欧美的 Comic Con。 啊、哦，漫画展或者台湾的动漫展的时候呢，通常就不会有人穿随便的 c o s t u m e 参加。好、哦，参加这类活动的时候呢，你要么穿一般的便服，不然就是 all in，精心打扮成某个角色，也就是 cosplay。啊，话说除了日系的动漫角色之外呢，也有很多人会打扮成漫威、DC 的人物，然、哦、像是美国队长啊、蝙蝠侠、雷神索尔应该也有，啊，也有不少人打扮成《星际大战》这些科幻作品的角色。 那以今年来说，我觉得《航海王》会是大宗啊哈，特别是肌肉男应该会扮成索隆。Oh God！好，总之呢，cosplay 常常会牵涉到 geek culture 中文翻译成宅文化或者宅圈。但 costume 呢，则只是造型服装而已哦，不会让别人特别去联想到 geek culture。那么进一步来到职场对话来帮助你运用哦，如果你跟外国客户或同事聊万圣节的装扮，你用 costume 这个字呢？ 对方会预设你准备了一般的造型服装，但如果你使用 cosplay 这个字，对方可能会猜：诶你平常可能有参加 Comic Con，或是你可能对 Geek Culture 有涉猎。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出说，说诶 c o s p l a y 跟 costume 的另一个差别。cosplay 会让人联想到宅圈、摄影和动漫展，而 costume 则比较大众、比较普通。所以这两个字也有不同的联想跟文化哦。 简单总结 costume 跟 cosplay 的差别。costume 跟 cosplay 最大的不同呢，就是角色还原度跟精致程度的不同。首先，cosplay 是装扮成特定的角色，dressing up as a character from a movie b or o a video game。但 costume 是一般的护士、巫婆、吸血鬼而不是特定的知名角色。另外，cosplay 通常会花比较多的钱跟时间来制作。 It can be expensive and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make, but costume呢通常是买现成的啊，而且不会太贵。那最后, is an aspect of geek or nerd culture. Cosplay常常会牵涉到动漫或宅男宅女的文化和活动。那这是costume缺乏的色彩。那最后，如果用一句话做结的话呢, cosplay is more than just a costume. Cosplay这是costume的究极进化。 下完这集之后，你了解了英文母语人士看待 costume 跟 cosplay 的不同咯恭喜你，你体验了用英文脑思考的感觉。好、哦，喜欢这样滋养英文脑吗？欢迎加入我的线课《英文单字活用术》，Bingo 带你三步骤揭秘母语人士的单字秘诀，现在还有优惠哦。但是在倒数了，链接在咨询栏中，我们一起 Spark Joy 学英文。Remember,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na be.